央视新闻的网友们，你们好，我是总台央视记者吴璇，欢迎您继续关注共同战役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直播。今天啊，网上有一些小视频非常火哈，是这个武汉方舱医院里的病人们跳起了广场舞，网友们看到了以后也纷纷点赞，说这个跳得非常有生气。在武汉方舱医院工作的护士严浩也给我们发来了这样一段视频，大家先一起来看一下。大家刚刚已经看到了哈，确实非常有生气。那么武汉方舱医院里面这个广场舞究竟是怎么跳起来的呢？现在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医院工作的严浩，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前因始末。严浩，哎，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来，现在我们正在跟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们连线哈。来，今天刚才网友们也已经看到了你发给我们的这个方舱医院里面病人们跳广场舞的这个小视频，这个小视频是你自己拍的吗？这个小视频是这样子的，是那个我们工作的时候是不能带那个手机的，因为穿着防护服，所以这个视频呢是我们当时用患者的手机拍摄的。你们是在武汉哪一个方舱医院？是这样子。我们现在是在位于东西湖区的那个武汉客厅方舱医院。为什么病人们会跳广场舞啊？这个广场舞是怎么跳起来的？是这样，我们从开诊以来，我们就作为护理人员就一直在想着如何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可以给他进行哪些娱乐活动。刚好在开诊一天以后呢，我们刚好碰到一个患者，他下床在活动，扭扭身体。然后呢，我们就过去鼓励患者，告诉他他适当的运动是有利于他的恢复的。在我们的鼓励下呢，他就开始跳起了那个广场舞。然后后来我们看其他的患者也挺开心的，然后我们就鼓励其他的患者也参与到这个跳广场舞的活动。很快呢，他们所区域的患者基本上都参与了这个广场舞活动。现在大概有多少病人都加入了跳这个广场舞当中？一次有多少病人来跳？是这样，他所在的区域呢是有20个床位，然后当时参加的病人大概有13、14个病人，因为其他的床位也有着空床的，基本上都参与进来了。所以说这个跳广场舞确实对病人的治疗方面，运动使人健康确实也是有好处的，是吧？嗯，对对对。所以以他们的这个身体状况，他们做什么样的运动强度合适？就是这个广场舞他们多大强度他们能承受得了？是这样子，首先呢，我们就要涉及到方舱医院收治什么患者。作为方舱医院，必须是收治确诊的新冠患者，同时呢，他们是一个轻症患者，这是最主要的一个两个条件。对于他们来说，适当的一个活动就是一个那个不是剧烈的活动，基本上他们都是可以承受这个活动的。而且动一动起来也是对自己这个身体的恢复是有好处的，对吗？
生命在运动。嗯，其实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心除了这个运动哈，是不是也是一种心理的治疗？就是说能起来动一动，病人就会更加有信心了。这是的，因为他们刚来到一个这个环境里是相对陌生，因为他才来一两天，在一个陌生环境下，人可能就比较容易一个这样的一个集体的活动，有利于带动大家整体的一个氛围，使大家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心态，更加有信心战胜这个病情。嗯，现在在鼓励病人方面哈，除了给他们做一些这个体育运动的规划，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措施？是这样，首先呢，我们所有的患者在入我们这个区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专人的引导，引导过来以后，我们会首先对他进行环境的介绍，让他熟悉这个环境，适应这个环境，让他知道他这所处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后面呢，我们会给他在每次就碰到我们工作人员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他一个心理护理，让他有信心战胜这个病情。然后现在呢，目前政府也提供了很多的一个娱乐项目，比如说提供了很多的图书，再比如说他提供了一些电视设施。其次呢，我们在后期的工作中一直在规划，我们准备给患者提供更多的娱乐项目，比如说一起打打太极拳一起比如说折折纸鹤，这些措施都是在规划中，就是说实施起来给患者。就是说首先第一步是对于病人进行一个言语上的安抚，不停地用说话来给他们，包括介绍环境，给他们进行这种心理的安抚，先用跟他们沟通，让他们能适应这个环境，然后能在心理上面得到一些抚慰。然后其次是鼓励他们参加这种集体的体育运动，集体感就更让他们容易参与，有信心，是吗？是的是的。然后第三步就是说，刚才您提到的，政府也已经提供了像一些书啊、一些电视啊，这个这是个人的这样一种对活动也能得到一些心理抚慰。对对对，就个人的活动跟集体的活动，我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好的好的好的，那个严浩，你是哪天到的武汉呀？是这样，我是作为芜湖市皖南医学院一级山医院。第二批次的一个队员是被单位安排在2月4号夜间到武汉的。芜湖是安徽是吗？对，安徽是安徽的一个市啊，来自安徽的咱们这个援鄂医疗队。对，是来自安徽的援鄂医疗队。你是哪一天到的方舱医院？我们是2月6号，在病人未入院之前，我们就前期进行了一些准备，已经到达那个医院。2月7号晚间正式接诊。嗯，你现在在方舱医院，据你的观察，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现在已经收治了多少病人？就是你所在的这一家客厅方舱医院。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呢，是分为各个厅逐渐增加的收治的。目前，2月7号收治是 A 厅，在昨天我们 C 厅也正式收治了。我们计划是这个区域呢，总共是收治2000患者。我们所在的 A 厅，截止昨天的话，已经收治600多病人。收治了 A 厅，收治了多少病人？六百多病人。嗯，对。好的，好的。据你的观察，现在病人们的吃住条件怎么样啊？他们这个生活的情况？是这样。首先，住。在住的这块呢，我们是统一规划的，有床位。然后呢，因为这个天气还比较寒冷，政府给他们所有的床位全部配备了电热毯，然后呢，给他们配备了几床棉被。另外呢，怕他们下床活动冷的话，还给他们每人配备了一个棉外套。住的环境总体来说是能保证他的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住的环境。然后吃的这方面呢，政府提供的是有盒饭。平常有酸奶、水果，那个还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泡面或者其他一些那个零食这一类的。盒饭有几个菜啊？菜好吗？什么菜？其实盒饭的话是至少有2荤2素，总体的那个盒饭的水平还是很好的。就是说盒饭有2荤2素，另外还有一些像一些水果啊。奶呀、啊，这种的辅食，有牛奶，这些都会有提供。好的。那他们的生活除了这个吃饭，还有这个上洗手间这些方便吗？
洗手间应该总体是很方便的，因为我们专门在患者入院通道的外边规划了有近50个卫生间。这个近五十个只是我们的 A 厅，五十个对 A 厅就规划接近有50个卫生间。好的好的，现在你们我们都知道哈，现在方舱医院里面收治的基本上都是这个轻症病人，那对于这些轻症病人，你们现在在治疗上都采取了哪些手段哪些方法？是这样，首先呢方舱医院是轻症，更多的一点是在患者的监测观察以及护理上面，其他的呢治疗方面也有一些会根据他病人的症状开一些药物给他予辅助，然后还有他的检测，检测的话也会根据病人的需求给他提供一定的检测，比如说咽拭子这一类的检测。嗯，现在在方舱医院住院的病人，据你这几天观察，有治愈出院的吗？情况怎么样？有转诊出院的，就是还是有治好的，有出院的。对，有办理出院的，也有就是转诊的，也有转诊的。转诊的就是说其实是病情这个稍微可能有点严重了，需要转到。对，有的是因为有点严重，还有的是病人考虑病人可能存在一些其他的一个基础疾病，就会给他考虑转诊。好的好的好的，除了这个病人们的情况哈，我们也很关心你们自己本身这个从外地来到武汉的这个医护人员的情况。你们现在是怎么上班的？一个班上多长时间？我们是这样子，我们会是每个班次是6个小时，但是呢因为可能我们要穿防护服脱防护服，还有来回的路程呢，加起来的话一个班的话可能要耗时11至12个小时。哦，这么长，一个班6个小时，也就是说你们是4班倒对吗？对对，4班倒。但是整个前前后后加起来算上在路上的时间，一个班从出门到回家得10多个小时。对对，是的。哦，真是太不容易了。那你们这个吃饭呢？你们吃饭怎么解决？这样是政府已经给我们安排好了，在我们的居住地呢提供的有盒饭，然后我们工作的地方呢也会定时的提供一定的盒饭。那你们在工作的地方，也就是在这个方舱医院上班的时候，你们应该都是穿着防护服的吧？那你们这个吃饭是不是也不太方便？是这样，我们一般在工作场所的话很少吃饭，我们一般是吃完饭了以后从宾馆出发，到医院到我们工作地以后就直接更换衣物，直接进到病房里面。我们一般是出来以后出舱以后，返回酒店进行消毒清洗以后才会进食，也不是为了避免一个交叉感染。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们一个班在从这个上班到回来10几个小时很可能都没办法吃东西。对，吃饭喝水这一段时间可能都是就是没办法进食。真是太不容易了，辛苦辛苦。你们住哪儿？现在是住的宾馆是吗？对，政府给我们安排的宾馆。你们住的这个地方离你工作的方舱医院远吗？是这样，我们是有专车接送，大概每就是差不多有40分钟的一个车程。你们宾馆住宿的条件怎么样？有空调吗？是不是现在空调也没法用了？有空调，但是现在就是不能使用，因为中央空调为了避免交叉感染，所有的空调都是一律不予使用的。那武汉南方应该冬天还是挺冷的吧？是有点冷，我们有很多女同志就会感觉到有点寒冷，晚上睡觉也会给我们协调安排了一些热水袋之类的给你取暖用。哦，就是也这个有提供了热水袋来这个取下暖，空调因为是防止这个传染病毒传染也是没有办法用了。对对，是没有办法使用的。好的好的，谢谢严浩，谢谢你给我们带来前方这么多的信息，也祝你在前方工作顺利，能够帮助更多的病人痊愈。如果你在前方有什么最新的消息，也希望你在不耽误你工作的情况下能随时给我们发回来，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也期待着你们前方的更多的好消息。好的，谢谢。好的，谢谢，谢谢。好，拜拜。再见，拜拜。拜拜拜。好的，央视新闻的网友们，我们从刚才跟严浩的连线，我们也可以感到哈，这个
武汉方舱医院的广场舞呢，它不仅是给这个医院带来了生气，其实更是跳出了病人们战胜病魔的信心。好了，这一阶段的共同战役24小时不间断直播演播室环节就到这里，欢迎您接下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共同战役直播。